荃灣街市豬肉檔店員阿威，因為撐得好似 Mira 嘅成員 AK， 而受到網民熱捧，粉絲都自發喺社交平台開始應援群組，最近嘅淘寶更加出現佢等身大細嘅攬枕，一間主打客製化明星周邊產品嘅商店推出咗多款唔同大細嘅阿威攬枕，一共有12款，價錢由68蚊去到188蚊人民幣。圖案方面，攬枕的兩面都有不同的圖案，店家更加說可以自定圖案，買兩個有9折，目前已經賣出了兩個。不少網民都搞笑地說阿威紅到去國內，更加期待未來會出現衣架、海報甚至豬肉刀。不過阿威早前已經說過，成名之後很多人找他拍照打卡，他有些不習慣和尷尬。